都是不好追的。那现在不下板，板子还能玩。还好，不算亏，也不算赚。招人慢了。前锋的机子是四号，等会儿再修。不想逃，爱逃不逃。不干扰电击，往远处跑，然后尝试把前锋摸好。这金针不能交了，如果交了的话，这他就有球保身值，他球还有很多，巨多。他要坚持一个不认的，手无数的自尊。先把怀表骗出来吧，强势估计是带了怀表的，假装手机子。都修完了，
抓人慢了，开局在逛街。这家那个充电点，因为四号直接抢崩，如果其他人还可以追。谁狗起来了？鸟刚回来。穹顶的金枪。不能秒拍照就找不着人呐、啊，就白给。真的一个都没有啊！这约瑟夫的声音是真的吵，听不见声音。用兵呢？有点小炸呀，这一波。先走，骗走了，但没卵用。
炸啦！你要是不失误，这把是真炸了。哎呀，我去，这个刀！刀刀打佣兵。不如打一壶鬼，这约瑟夫更不稳。约瑟夫，我忘记要吃熟人点，熟人点不好更难赢。我开局第一波金枪就白给了，人都不知道在哪。没加速，我只能往小门走了。有加速，我肯定是往红毯走。哟，借势膨胀啊，这是。开始倒地修机喽。没中，我走了。
居然是能摇起来的。这边必须救下来了，没办法了。哎呦，没领域了。关键时候掉链子。完了，没办法了呀。机子差点修完了，不过效果还不错，就那块调香师香水都交完了，他也救不了人。看来结石该放出来了，估计到后期也小手也没用了吧。反正也是两个剧的事情。看看这谁，前锋。好远啊，我的妈耶。捡包垃圾。哎，这叫躲滑梯上面的啊。敢翻吗？你是真敢翻。
空姐就前锋不来。然后前锋在这边骚扰，应该聚得到。还玩手机啊？啊！杀人呐！我第一招吧，没错，巨板判定，给力，反正他也跑不掉。所以说他不爱玩小丑，这原因就在这儿。看我当面抬了一句。我视角的对着前锋，钻头直接往 TS 身上打。真的是百分百巨版判定。手机看看。没人往三连跑，三连跑那肯定是个怂的，比较怂的空姐，空姐还跑啊，哟这都打中了。再赶小王子，有人在摸他的。
送了个二级隐身，又有人摸他了。金鸠摸得这么快呀、啊！真的勇，残血还敢装，结石修的不会很爽的，调完师就有点烦了。最后一台小木屋，还不知道他从哪来，三连吧。炸了！哎呦，怎么空刀了呀？你加速点满了，我的妈呀！不敢过去啊，万一这人被偷了。还不如过去呢，太慌了，我怕有人偷，应该直接过去的。真敢跳哦，
敢去，不敢去，万一结石过来偷呢？果然过来偷了。自己结火。还螺旋球嘞，浇香水啊！还是挑战施救吧。这团还能只剩一台呀。干点，像卡的要命，这次不往废墟跑了，废墟没人，直接往人皇这边走了。哎呀，好卡呀！我天，
这还碳板呢，还跑马拉松呢。没有鸟吧？没有鸟，这香水就废了呀。需要一次，需要一根树种，不然的话他如果转了的话，不敢加，不敢加，加了没了，加了情况就救了。来中！哎呦，秀的哟！拐两个弯，这还秀一点。别人拐一个，你拐两个。救得了吗你？你觉得你取得下来吗？这把基本没了，人没扯下来，顶多就丢电机，丢的挺快的，双挂吧。出手掏了，但没盖到。其实有资源。
真的卡。走一步卡一步，走一步卡一步。哎，他刚才不是在这儿的吗？这躲哪去了？这是。终于亮了。还有魔术棒啊！时间刚刚好。佣兵，这边肯定还有人，没见着。不加点护臂，怎么可能会让你走呢？趁个这里抓几只。好呗，好，血裂八秒，一下就亮，爽得很。还不完板吗？下一步应该是死，撑一屁股丝。哟，躲着给我一枪啊，没看见啊。
不着急钻。哼，会玩啊。又是20秒，最后一台在修了。哎呀，我炸了！还好我带传送了。这把传送作用极大呀，如果没传送，我这把就崩了。我不着急啊，着急我就要崩，慢慢玩。真敢救我！声音了吗？怎么这密码机一直在响啊？如果这波空姐没改版的话，必死。哎呦，长洞就崩了。这长洞我直接把银转向输。你的这么好的节奏打成这样，那除了这软环就可以直接修了。
蜘没有发信号，也那就不是黑白，要么蜘蛛解克了之类的。完全每个人受伤啊，啥图呀？他在抽什么刀？兄弟，你往哪脸上跑了呀？死 VIP 啦！翻出去！完了，哎，还好，今生不交，逗乐前锋问题不大。你打一枪，你就跑了，干嘛呀？我以为你要救人，他打一枪就跑了，这个空姐。再见。你就憋了个闪现，憋个闪现装精神，真是，我都不敢这么做。你这要是被撞到了，会死。我还有球，哦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能点能点就直接点吗？回手掏。哎呀，可以，
假装翻，哎，我真翻，死了。快乐，快乐的一匹，开心，舒服。